特色风格跟品牌，在我们原住民朋友他的手工制作，精美的艺术创作品呈现在各位眼前的同时呢，伴随着我们有安排了音乐、舞蹈、星空电影院、台东美食，还有我们冲浪自行车活动的展示，那整合组合编辑中给大家一个绝佳的一个旅游飨宴。 那最后呢，也在这边也是非常感谢，并欢迎大家的热情的支持跟参与，也进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午安。午安。我刚刚也在想，像全世界大概找不到几个像这一段的太平洋的海岸，可以有这样这么宜人的景致，这样的山水。 那如果再搭配我们台东的两个强项，音乐跟艺术，那就真的是非常圆满。所以，我们谢谢东莞处把我们台东的这些原住民朋友的非常有创意、对非常有特色的他们的手工艺品，能够在这样一个山水秀丽的地方来呈现出来。那么，我们要祝福这次的。 这个市集长达一个月都可以非常的顺利圆满，所有来参与的好朋友都能够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 Your hand.